随着音乐不断变化，灯光仔细看，连手脚全身都能不断摆动。史上第一个会手舞足蹈的灯节主灯，它高达6米，重达100公斤，名字叫做 New， 牛的谐音。等等，明年是虎年，怎么是牛造型？原来它是千呼万唤使出来，因为疫情影响，所以从年初灯节延期到中秋，再延到快要耶诞节，台北灯节才举行试灯。我们受到了这些疫情的影响之后，我们要走出来，我们要很有耐心的，然后把相关工作做好之后，我们希望能够走出疫情，迎接一个新的这个明年的来临哈。坐落在万华车站前广场，正代表着对新年新希望的祈求，希望五光十色，照亮未来。东森新闻 SNG 小组蔡景伦、刘莹莹在台报道。